命令接下来啊，我先出来。我安尼敢有甲你惊着？袂啦，我行路较无方便，所以请你来一撮。你敢食过饭啊？食过啊。那你著陪我食一个点心啊。我家有志成外婆以前上喜欢食的俄罗斯软糖，配红茶足好食的。多谢。今日失礼啦，为什么要跟我回失礼？你若是真正想要跟我回失礼，就不应该在这个时阵讲要离开秀发了。你敢知影你这个行为对我来讲是啥物？是反背。我毋是这个意思，那你就莫离开。啊，不过我若是继续留落来，对大家拢唔好。倒位唔好？你会当甲应杰哥斗三工，伫全国赛得奖，安尼就证明你是一个有能力的设计师。倒一个头家会感觉甲人才留落来是一件不好的代志。搁再讲，你是代表咱秀发人去参加比赛，你哪会当得奖就马上要离开？按照咱的行规，你若是即马离开秀发廊，一年以来你是袂当去其他的发廊做事。你若是一年无头路，敢若白搭，你确定领导的生活无问题？经理，失礼啦，我是一定爱离开。我拄则嘛讲过。你即马离开，就表示你要反背秀发人，反背我。唔是啦，我真介爱秀发人，我哪有可能反背？而且离开这件代志，我嘛甲厝内底人参详过，才做个决定。卡斯经理叫我去其他个发人，会予秀发人有损失。那安尼，我离开台北。经理失礼啦。你讲你甲厝内底的人参详过啊？这个人，敢是你阿妈？我甲伊讲过啊，希望你留落来，你嘛赞成。阮阿妈，啊是啥物时阵甲经理讲好？你会当回去问伊。你的收入对领导来讲这么重要，伊当然嘛无希望你无头路。啊！不过之前，伊真反对我留伫咧秀发廊。敢是因为伫我婚礼上，你甲志成的代志？你若是知影，你家己的孙，甲遐查某囝同款，拢是破坏别人婚姻的凶手，你毋知有偌失望？经理，我拜托你啦。我阿妈最近才拄受到打击，心情真无简单，较好。拜托你莫把这件代志讲出来。你是咧紧张啥？我敢有讲我要甲伊讲？我是上爱护员工的，我甘愿家己受委屈，嘛袂当让家己的员工艰苦。多谢经理，唔免多谢了，受惊。爱我这么牺牲。除非你也是我的员工。喂，志成，是我。小英啊，现在是吗？歹势啦，你上班搁卡来，你敢有咧无闲？
我做咧看一寡报表啦，无要紧，你有代志讲。我想要回去小法郎一逝看卖，不过坐轮椅无方便，所以我想请你带我去。当然是莫影响到你的工课啦。去小法郎一定拄着美玲，我还阁无把握处理阮三个人这么复杂的关系。志成，啊，无问题啦。我才陪你去。是安尼。经理，气色看起来袂歹嘛，准备要等下上班啊，是毋？啊，够早嘞，不过医生讲状况袂歹。经理，想想这段时间真正辛苦你啊，啊坐轮椅一定足不方便的吼。我加载，阁有人再来上班。点点，多谢你的关心。一开始我嘛当作是一般的外伤，伤无到伤甲真深。所以要开真侪时间才会当好起来。即阵啊，若是要外出的话，就要靠志成来甲我载。嘛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即阵啊，我哥无法度正常上下班。秀法郎也是来拜托英杰哥给到三工。哎，秀法郎，我你放心啦，哦。多谢。哇，精彩啦！一个男主角配两个女主角无？你嘛重点哦。美玲。经理，什么代志？你有什么话要讲无？美玲，你的优点就是非常的谦虚，会当伫全国赛得第二名是非常不简单的代志。你应该为家己的表现感觉骄傲。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会当得名，拢是因为伊这个实力受到评审的肯定。嘛，真多谢经理给我这个机会参加比赛，我真正学得真多。你看，我就讲你足谦虚的。英杰哥确实是小法郎上厉害的设计师，不过若是无你伫个身躯边甲伊斗相共，伊嘛无法度发挥全部的实力。美玲啊，阁是一个助理，所以当帮助英杰哥伫全国赛得奖，以后肯定是小法郎主要设计师。大家一定要求美玲下线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是。我无伫个这段时间，大家辛苦啊！我今日特别早恁过来，请大家做伙食。谢谢哦。多谢经理。美玲，麻烦你陪志成去提恁个。啊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。不要紧啦，我美玲做伙去，提了你就当在家上班啊。英姐，真麻烦你了。一旁